王伯杰与柯佳燕这一对昔日的客难情侣，如今分手一个多月，男生传出为情割腕自杀，女生续拍鸡排英雄，心情似乎不受分手影响，靠王彩华的屁股遮脸，看到镜头闪得很快。知道自己是媒体焦点，当众人忙着转头聊天打发时间，就算和男主角蓝正龙没话说，他坚持不转头就是不转头。对，转过。对。柯佳燕不面对，王伯杰也不说，住院养病时烟瘾犯了，不得不走出病房解解烟瘾，当然会被问。目前跟佳燕状况还好吗？今天他的经纪人代发简讯，写着尊重艺人隐私，不再做任何回应，目前已平安恢复中，谢谢大家。看来两人都坚持做自己，女生是戏不能不拍，男生是烟不能不抽，就算分手后默契还是在。壹电视采访报道。